一个不熟悉古琴的人，要怎么样子听古琴？用耳朵，用心，没有办法说怎么样听。因为你说怎么样听，他就按照你怎么样听去听，也听到的不一定是真正古琴。弹琴我取名不报的，他凭啥落雁？我不说，我就弹。我要说个凭啥落雁，他就在这个音乐里面找，嗯，这个雁在哪儿啊？嗯，雁怎么还没出来啊？雁在干嘛？凭啥在哪儿啊？听完了就在找凭啥，在找了。罗丽艳，音乐没听进去。这张琴呢，北宋。北宋。宣和时的一张琴，这个琴的名字叫闽泉。你是怎么找的？不是找的，是他找我的。他找你的。这所以叫弹琴人讲缘分。琴也有缘分，是送的，还不是买，要买我买不起，送了那送我可以受得起。五对之友，我对以前那叫知音，这是知友，蛮好，这个琴很好，对，也很漂亮，那个段子，名泉，名泉，他有什么样的声音？那个拳击啊，是重量级拳王出来的声音，咚，很有分量，很深沉，很有气魄，声音很结实，有很多人我这里马路这汽车很闹，好像弹琴不合适。我说你进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，不要说那个庙我都没有，我父母喜欢音乐，但是他们不赞成我学音乐。最好，因为我父母都是医生，你最好是当医生，因为不管什么时代变化，医生总会需要。那个音乐就很难说了，所以当个好医生，你生活没问题，结果没听话。他是谁？刘少川先生，广电派的琴人，是我学琴的第二个老师，实际上也是启蒙老师啊。一学琴，因为他知道初学的人的毛病，就一个，要快。想快快点，我的弹什么曲，弹多少曲子？所以他有一句话，这个约束做不到，想快结果不会快，不可能快。还有一个呢，想弹很多曲子，他说弹多嚼不烂。那个传统的叫法，看起来很慢，因为一句一句一句，那么一首曲子七段八段，那要花很长时间。但是学得很细致，而且容易记住，不容易忘，因为花的时间长嘛。我觉得他们是在音乐外面，可以弹得很熟，但是就好像你吃一个菜，你不知道这个菜究竟是什么味道，慢就进去了，吃起他们要慢慢品品这个菜什么味道，就有点像那个什么，熊瞎子掰苞米，熊。北方人叫熊瞎子，瞎子熊瞎子，那个到地里面去玉米啊，拿一个再拿一个，这个掉了，这个最后拿了一个。在音乐学院里面，这个他那个教学啊，比如音乐学院经常有一个俗语叫处理，这个古人那中国来说，这个乐为心声，音乐是心的声音，那么是从心里面出来的，而不是从谱子上出来的，也不是根据老师的要求，这里，嗯，嘘，
快点，啊，慢点，慢，那是现在好像可以被人被老师控制的呢，就人完全这个思想很集中啊，没什么杂念的时候，这个锐气啊，它会发动里面。